好，我们大家先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课本啊，我们是看到啊，讲到这个十四页，讲到降魔。好，那十四页第一行啊，那我们上次讲到啊，这个降魔十八义这个问题，那么所有的经论只要讲到降魔，几乎都说是十八义，没有讲十八义之外的比较少啊，就是非大部分都是讲十八义。那么十八义这个概念啊，我们如果常常读经论，我们就会发现印度人在讲这些数字啊，他有一些偏好跟习惯性，那么也有可能是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部派，那么他对这个数字啊，那么有一个比较常用的说法。那么比如说你看那个药师经，那么它里面就对这个七跟七的倍数啊就比较常用。那这个七它不一定代表真的是七啊，那么七在印度它是一个所谓圆满的概念啊，七啊它是一个圆满的概念啊。比如说你要诵经啊，那么七遍啊，或者是四十九遍啊，那么就是七七四十九天点灯要点七七四十九盏啊，类似像这样，那么它是一个圆满的概念。那么如果在啊，比如说十八亿啊，我们十八亿这个也是印度常见的，我们来看这个引用我们就知道了啊。你看哦，我们只是稍微举几部经，那你就知道十八亿这个概念是非常多的概念，它不一定真的是十八亿啊，没有啊。那么降魔基本上都说十八亿啊，那各个经论都讲十八亿，但真的有十八亿吗？那十八亿是多少？那一般最早期的一亿就是十万了。比如说舍卫国，舍卫国有九亿人啊，那么九亿人基本上就是九十万啊，通常是这样。你哪里一个城市会有九亿人啊？不可能啊。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亿跟他那个亿概念不一样，通常都是十万的概念。那十八亿大概就是一百八十万了啊。那么百八或是一百，这个百八烦恼啦啊，百八法门啊，百八三昧啦啊，我们这种就是有时候是十八。十八的概念，那亿是多啊，所以它是非常多，哈、啊，十八就多。你看《传几百元经》，我们只是举例啊。然后舍利弗八岁的时候跟人家辩论，参加辩论的人有十八亿啊，会众就是有十八亿人参加辩论啊。那、啊、如果我们现在的概念来讲，全世界也才七十几亿啊。那么《十诵律》里面，悉达多长者十八亿金买地，十八亿金买地，十八亿金盖房子，十八亿金供养生财，供养僧团。总共花了三个十八亿，他是在形容非常多的意思。你看，根有虑啊，根本说一切有不虑；迦留陀语啊，迦留陀语是度众地狱啊，他度一千家。那一般来讲，这样就是每度一家人证阿罗汉的，不是一个人哦。每度一家人，他就放一个丑啊，然后他据说度到第一千家的时候就被杀死了嘛。那因为他之前是六群比丘中的一个，所以他后来觉得他要努力来度化众生啊，以弥补他的过失，所以他非常非常厉害度众生。你看他说他度化的众生有十八亿，那我们把这个连接起来，我们就知道十八亿并不是真的是数字的概念啊。然后真阿含，佛在天上为母亲说法啊，道立天有十八亿天女得法眼见。那你看《金刚仙论》，居民凡有十八亿，所以叫大乘。所以我们这样其实还可以举很多了，但是我们就大概举不同的，你就知道那这个十八亿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这种数字的概念。那你像那个《法句毗经》，我讲过《法句毗经》，我就发现《法句毗经》里面喜欢用五百人啊，那五百商臣啊，五百什么，那五百也是一个非常多的概念。那应该是不同的部派他习惯用的，或是不同的地区习惯用的不太一样
啊，那么这一些在经论里面有些常常可以看到，啊，可以看到啊，那七啊啊，或是四啊，印顺导师就有讲过啊，有他们喜欢用四啊。那么其实你会发现到，不只是这些数字，有一些数字有特别的意义啊，啊，比如说32啊，那么或是64啊，啊108啊啊，或是我们说这个七啊，或是四，反正非常八也是啊。然后有些就是在不同的经论里面啊，有些就是常常用这种概念啊。那还有比如说像七宝。七宝这个概念在经典里面很常见，那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啦，它也不一定是真的那个七宝，也不一定是真的七个宝物，不一定，它就是在表示说在这个世间非常值钱的东西。那么所有最值钱的它举出七样，比如说你看无量寿经啊，康生改翻译的无量寿经，好，那么这个它里面啊，前面讲这个七宝底下会列出啊，金银琉璃珍珠玛瑙，那后面你再把它比对，你会发现这两个写的七宝的内容不一样，所以它重点不是哪七个，它重点就是七是代表多数啊，那么宝就是代表有价值的东西，它就是这样而已。所以你如果比对《无量寿经》里面，它前面的七宝跟后面的七宝，啊，怎么这七个不一样啊？有的有珍珠，有的没有；有的有琉璃，有的没有。那有的加水晶啊，反正就那你还会发现，它上面是写七宝，下面写的列了九个宝。这个我以前有比对过，所以我知道啊，我讲过无量寿经，然后他会发现到说，哦，他这个七宝的概念不是说真哦真的啊，金银像普门品也有啊啊啊，那么玉律大海求取七宝，金银琉璃珍珠玛瑙啊，反正就是很这些。那么你会发现到所谓的七宝的概念，也不是说真的有七个值钱的东西，它不是七对宝是圆满，就多了多数世间值钱的列出七样。那你像无量寿经，它也不是，它有时候上面写七宝，下面列了九样。那你把所有不同的列的所谓七宝底下的加起来，至少有十几样，啊，你就会发现到说，哎，那么我们在研读经论的时候，那你会发现到它数字底下那些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，啊，不一样的啊。这个我们稍微理解一下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讲到啊，就18亿这个概念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讲。啊，就降魔18亿啊，但是经论一致都是说18亿，啊，好，那再往底下看啊，我们看第14页啊，就第一行啊，第二行了哈，他说事实啊，因为降魔18亿嘛，降完魔之后就得正觉了嘛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有时候翻作无上正等正觉，有时候翻作无上正片觉啊，好。那么事实三千大千世界主梵天王，好，那么这个梵天王他是三千大千世界主吗？好，那我们稍微来理解这个概念啊，就是说一般你在讲啊，这个梵天应该是大梵天啊，梵天王就是大梵天啊，有时候叫大梵天王啊，梵天是在初禅里面色界里面啊，那么有所谓的初禅天、二禅天、三禅天、四禅天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那么初禅天里面主要就是三天，其实三天其实就是一天啊，啊它就是梵众啊，这是普遍的说法啦，当然也有人有不同的说法啊，梵众天、梵府天，那梵众就是一般的人民，梵府就是这些贵族、国王，那贵族或是一些小王，那这个是大梵天，就是国王啊，大梵天啊，就梵众天、梵府天啊，那其实这个是三个一天，只是阶级不一样而已。那一般我们把它叫做三天啊，三个层次。那大梵天王啊，我们就把它讲这个，像刀立天有33天，刀立天王啊，就是刀立天里面最大的那一个啊。那大梵天里面最大的叫大梵天王啊，那么叫做梵天。好，那通常啊，我们如果一啊，就是说这个杂含来讲啊，那么他杂含经424到426，他就在讲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。那么有一个太阳，一个月亮，就像我们这个太阳系，就是类似一个世界，就是一个太阳系啊，一个太阳系是一个世界啊，就是围绕着一个太阳，一个月亮的。好，
那么有1000个这样的事件，叫做小千事件，啊，这个是杂含四二四到四六经里面讲的，啊，那么1000个小千叫做中千，1000个中千叫做大千，啊，所以这样乘起来大概就是有10亿个，10亿，啊，就是1000乘1000乘1000啊，啊，那么基本上梵天王一个世界里面就有一个梵天，啊，一个世界里面就有一个梵天，1000个世界里面。一个小千世界就有1000个梵天，一个世界有一个梵天，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太阳是一个娑婆世界而已，啊，那娑婆世界里面，娑婆世界里面就有一个梵天，啊，那么1000个娑婆世界，啊，就是小千世界里面就有1000个梵天，那么这一个小千世界里面又有一个统领小千世界的梵天，啊，其实就是这样，啊，那么到中千到大千，那么经典里面常见的就是3个：娑婆世界主，啊，梵天王，千世界主，啊，大千世界主的梵天，啊，所以这个梵天有3个不同的概念，有点像说，好，我们讲台湾好了，那么最大的是台湾的总统，啊，那么台湾总统下来可能就是，啊，比如说，啊，比如说我们讲屏东，啊，那么屏东县长，啊，或是屏东县底下。啊，那有屏东市，屏东市底下又有哪一些乡、哪一些村、哪一些里，啊，里长、村长、邻长啊，这些，然后这几个村变成几个村变成一个县、一个镇，啊，几个镇变成一个县啊，就变成这样，啊，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啊，那比如说里长啊，那么一村一乡里面有多少个里，啊，然后一个县里面有多少乡啊，那类似像这样。所以这个大梵这里讲的是大千世界主，那么多数经典里面讲的梵天都是解娑婆世界主，多数啦，那么这个有时候会混用啊。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大次论里面也有，我们如果有课本，啊，我们就可以翻到242页。那么他这里啊，如果没有没关系啊，我们就看一下就好了。他说这个最后一行啊，转轮圣王是四世界主，啊，四世界就是东西南北四大洲了，啊，这统领这个地球，统领这个地球啊，它叫做转轮圣王，啊，那这个就是娑婆世界的，娑婆世界本身有东胜神州、西牛贺州、南阎浮提州、北俱卢州，啊，所以你看它这里就开始，如果是转轮世界，转轮圣王是四世界主，那梵天王，啊，是千世界主。啊，那我们这个是娑婆世界而已了，还有娑婆世界是南阎浮提，还有东胜神州，还有西牛贺州，还有北俱卢州啊，所以这个是所谓的转轮圣王。那么佛是3000大千世界主，好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这个梵天王是千世界主，那么佛才是大千世界主。好，那么你看，我们再翻回来啊，这个讲3000大千世界主，梵天王，那么这里是专门在讲梵天而已。那么你看，那后面就写的3000大千世界的主，啊，是就是一尊佛，他度化的范围是一个大千世界啊。所以真要讲3000大千世界主，就是其实他最重要就是他度化的区域啊。啊，那么跟那个大千世界主统领的区域它不一样，他这个就是国王跟法王的差别。啊，那这个我们稍微要知道一下，要不然你说啊，这边讲3000大千世界主是梵天王，那242页这边讲，啊，这个3000大千世界主是佛啊，那一个是国王，一个是法王的差别。那梵天他都是，因为梵天以上就是没有众的，没有众，他没有那个王的概念，其实是没有的，因为他都在禅定中嘛，二禅以上就无寻无始了，所以基本上有众，那么觉得在统领世界，或是他有子民的这个概念，他到初禅。所以因为像天上的天人会来人间，就是因为天人是怎么来的，天人是人间的人修他的法升到他的天上，信他，第一个信他，第二个修他的法，修他的法就有他的业，可以升天的业。那升天的业主要有两种，一个是布施持戒，这个是升欲界天，一个是再进一步离欲修定，
这个是生色无色界天，这个是生天法啊。那所以一般来说，那么天人有来人间招生的啦，就是因为如果世间的人都不修他的法，他的天上就没人啊。所以你看《阿含经》里面啊，有一天刀立天主就看，怎么我们的天人越来越少啊？那一些天咒就跟他讲，那因为人间现在都没有修十善啊，那就赶快派一些天使下来。天人下来啊，尤其是视线啊，尤其是来投胎啦、啊，我们就是派一些人下来，然后劝导这些天上的人哦，要布施啊、持戒啊、修行。那每一个天都需要人，就好像我们这边有团体嘛，有警察嘛，有律师嘛，有什么很多团体，他也要有人啊。他们天上虽然不用做事，天上不用说哦要工作啊，他们虽然不用做事，但是他们要互相宴会，也要有人啊，没有人怎么宴会，没有人怎么一起唱歌跳舞，所以他们很需要人。那他们需要人，他们不是说啊鼓励他们的天众多生几个，天众没办法生、啊、不是说像我们这边哦、啊、台湾人越来越少啦，出生率很少啦啊，那补贴你啦，生育补贴啦啊，你要生一个就给你几万啦 那给你包办从几岁到几岁给你帮你养啦、那么天人没办法，天上要有人，要人间有人修他的法，所以世间会有那么多宗教，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啊，因为每一个天都需要人嘛。那每一个天的基本要求都是布施持戒啊，都是这样。然后再依你信不同的神，信不同的神，修不同的法，升到不同的天啊，就有一点像说啊，你要考上大学，基本分数是几分？那基础科系哪些要会？那之后再依你的兴趣啊，那么你读哪一所学校，哪一个系所啊，类似像这样。那天人也是这样，所以一旦天上的人减少，从初禅天以下，二禅天以上他没有这种眷属的概念，比较没有啊，没有这种眷属的概念。初禅天以下啊，就色界到初禅了，初禅以上就没有了。初禅以下的天人都需要众天众，那天众都是要靠人升上去的。啊，靠人升上去的，那三恶道没办法，三恶道没办法直接升天，一定要靠人啊。所以他会来劝导你修很多啊，他们你要往生到他那里，必须要拥有的啊这样的一个业善业啊。那重点是你第一个你要信他啊，所以他会有一个，比如说道立天就有一个道立天主啊，你要信他，那你有他的业，那你死了之后。你就会升到他那里去。那鬼道众生也有啊，鬼道众生也会来造生。好，那么鬼道众生有些也是化身的，就人死了之后到他那里去的啊，也有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所谓的梵，他这里是讲大千世界主梵天王。好，所以242这边就有讲到啊，这个梵天王是千世界主，那么大千世界主是佛。那么看起来跟前面不一样啊，这个其实是在讲国王跟法王的差别而已啊，在卷九这边啊，242页这里。那通常的经律讲的都是娑婆世界主啊，娑婆世界主啊。那你像华严经也是讲娑婆世界主啊，华严经基本上啊也有很多梵天啊。好，那我们还要讲三千大千的概念啊，它通常是这样。就是说有十亿嘛。好，那么经典里面在说到三千大千世界这个词啊，那我们不要误会，因为我们如果一文解义的话就会有三千个大千世界，不是，经典不是这样的。它因为印度的那个语词跟我们不太一样啊，我们这个就是有三千个大，我如果依我们的习惯的说法就是有三千个大千世界，其实不是啊。这个三千是形容这个大千，一个大千有多少呢？就是有三个千，三个千，这个是三个千，不是三千个哦。一千，一个小千，一个中千，然后一个大千，这个就是三千。就一千个世界，这是一个小千；一千个中千，一千个小千；一千个世界叫做小千；一千个小千叫一个中千；一千个中千叫一个大千，这样叫做三千。三个千不是有三千啊，不是。那么三个千是一个大千，就是这底下是名词，
这底下是形容词，它的内容。那同样的例子，在六群比丘也是这样啊。经典里面比较常见的就是六群跟十七群，六群比丘、六群比丘尼啊，六群比丘、十七群啊。但是这个群、这个群、群，那个六是形容这个群，这一群里面有六个人。你不是有六群的，有六群哦，啊，不是，是一群有六个人，所以这六群其实就是一群。那一群有六个人，这三千大千就是一个大千，一个大千有三个千，小千、中千、大千合起来的啊。那么好，十万亿佛国也是这样啊。过此十万亿佛国，十万亿这个亿，这个亿是在形容这个十万，其实就是一亿，基本上是。就是佛法里面有类似，还有其他的，大概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三个了，啊，那你会发现到，其实我们读经的时候，你不要就是一文解义啊，因为它那个语法不一样，就是文法不一样了，所以我常常讲，我们读佛法基本上有时候有三个地方要弄清楚，啊，不然你就会产生障碍，会一文解义。一个就是文字上的，因为是翻译过来的，那翻译来的文字基本上都是在。唐朝以前，大多数的经典从汉朝到唐朝，那么唐朝之后宋朝翻译的经典就少，也没有什么比较不重要了，所以都是从汉朝到唐朝。那这个都是什么文言文，古代的文，所以多数的人，如果你中文，所以学习佛法要有所谓的经典语言嘛，跟研究语言嘛。经典语言就是它原文记载的啊，比如说巴利文、梵文，巴利文是南传的多，那梵文、大乘。都基本上用梵文，啊，然后这个那翻译过来的啊，就是记载经典的中文、藏文，啊，然后基本上就是中文、藏文，然后梵文、巴利文，这个是所谓经典语言。那研究语言就是研究佛法比较多的啊，比如说日文、啊英文啊，这些是研究语言。但是它有大藏经的最原始的，当然后来大藏经翻成各国语言，它是最初的啊，最初的像高丽藏，它就是韩文。啊，也有啊，他们也有中文啊，他有中文，但是他也翻过去啊，那有翻蒙古文啊，但是就是经典有经典有藏经的，基本上就是藏文跟中文，汉文大藏经、中文大藏经跟巴利文的。好，那梵文也有很多原始经典。那我们说刚才学习佛法有几个东西，它会如果你没有弄清楚，会产生障碍。像这种你就很容易误会，你会很容易误会啊。那一个就是我们说文字上的。像这样翻译的，那你不晓得他那个文字上的一个格式或是一个文法，你就会误会啊。一个就是文化上的，就是说印度的文化，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啊，五百啊，十八亿啊，好，是这样。印度的一些文化，就是他们这样的观念是在说明些什么啊？那像我们也有啊，所以如果外国人把我们的成语啊一文解义去翻，绝对不对，因为成语背后同样的故事。它不是表面字面上的意思，啊，所以这个你也要懂啊。所以有文字上的、文化上的跟文艺上的。文艺上就是它这个词在说明的内涵，啊，那么你必须要理解。那么有可能，啊，有可能不同的部派它重视的不同啊。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，那么在律典里面四分律，它重学法有100条，其中有二十四条都是在讲塔，那其他所有的律一条都没有，有2条在讲佛像，这个26条是其他的经典没有的，啊，那么这个你如果不知道，你就会觉得啊，哦，佛时代就有治这个，没有，佛时代没有这种东西，这完全是四分律这个部派叫做法藏部，有时候叫昙无德部，这个法藏部非常重塔，所以他删掉了很多东西。把所有有关塔的东西要注意的东西列进戒律里面来，那你如果不知道，就会觉得啊，佛时代就有佛像啊。你看四分律就有讲啊，不可以安佛像在下座，挤在上座，不可以持佛像啊，从这个大小便处过啊。那这个其实你说，你看四分律就有讲啊，佛制的啊，那过去就有佛像，你误会了。这个你就是要部派里面他特重这个，你其他的律里面没有这个。这个是昙无德部特重的，那你看五分律113条的样子，比四分律100条还多，没有一条，把这个26条去掉，它就多了大概近40条，都在规定什么？规定威仪，衣服要怎么穿，啊，规定的更细，那你就知道它非常重威仪。
那么你从这个地方了解，你就会发现哦，各个部派、各个地区，因为什么？佛法是缘起的。所谓的佛法缘起，就是他在讲缘起的道理。佛法本身流传也是缘起的，经过不同的地区、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人，它会产生不同的变化。啊，就好像我们的心，哈，看跟不同的境界会产生不同的变化一样。那么有因有缘世间起，那么流传在世间的佛法也是这样。那么这一点你要知道，那么你就比较不会说哦，我们叫做读死书啦，啊，这点你在研究经典上，啊，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要比对就是这样啊，就是说你读得多，你就会自然发现哦，原来他讲的是这个意思，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个意思。那么这样的东西你看多了之后，你比较能够正确的理解经典。啊，就是三点嘛，一个就是文字上的，一个就是文化上的，一个就是文艺上的啊，这稍微要注意一下啊。我们就是举例啊，举例类像这样子。好，那再往底下看，那他这里讲到说，三千大千世界主的梵天王，名湿气，即色界诸天等。好，因为这里在讲勤转法轮这件事，那勤转法轮到底是？现在有一个问题啊，梵天勤转法轮，在经典上来讲，比较常见的就是梵天王勤转法轮。但是现在这里，第一个梵天是指哪一个梵天？因为如果一个大千世界，那就有很多梵天啊，那如果是大千世界的梵天，那又不一样了，啊，那刀立天呢？啊，所以这个又牵涉到鸠摩罗什的翻译。啊，鸠摩罗什的翻译，就好像我们前面讲，鸠摩罗什翻译这个，因为鸠摩罗什翻译是比较让人家容易懂的，但有时候就是不精确啦，就会这样。但是你看了就比较容易懂啊。那你比如说我们前面看到他翻说，佛刚出家的时候啊，用他的上妙宝衣跟人家换僧伽里，如我们的概念，哎，僧伽里不是九衣吗？那个时候哪有九衣？没有。他只是换粗布，换出家的衣服，只是这样概念而已啦，啊，但是他很容易让人家哦换出家，用在家的衣服换出家的衣服。但是如果你要真的去研究哦，僧伽里意思就是重衣嘛，上次我们讲过，啊，就是九衣嘛，或是他外出比较露，就是要说法或怎么样的衣，那其实不是，各是概念都是后来才有的，啊，但是因为他知道这些，他就直接给你翻僧伽里，啊，那所以这个。我们就是说它是文化上的，或是它翻译上它，我们要注意这一些了。好，那因为这里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《大智论》的原文是什么啊，但是我们就鸠摩罗什翻译的啊来看，第一个，这个是讲勤转法轮哦，成佛之后梵天勤转法轮。好，那第一个是梵天是指，如果不同的经典里面的梵天是不一样的啊，通常就是三层啊。比较少看到中千世界的，就是千世界主，就小千世界，然后世界主啊，就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主，小千世界主就叫千世界主，还有大千世界主的梵天。那这三个的层次，我们说过，就好像乡长、县长啊，跟省长啊，反正类似像这样啊，不一样。好，那么他说梵大，这里指的是大千世界主梵天王，名湿气。那么这个湿气，那么大千世界主的名字叫什么？那这里是解湿气，但是湿气有些也说是娑婆世界主。那如果《华严经》里面举出梵天王的名字就很多了哦，啊，就有十个啊，《华严经》都是举十个的嘛，啊，那其中第一个叫做湿气，它就叫湿气大梵，后面还有很多，哦，后面还有九个哦，啊。那这个法华经的话，他是说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湿气，所以你看这个就不一样了。法华经也是鸠摩罗什翻译的，那么这里说的是大千世界主湿气，那他的名字叫湿气啊，有时候叫四浅，有时候翻译叫四浅。这翻译了，
有时候翻译叫世遣。华华经是说他是娑婆世界主，那这里说的是大千世界主，都叫做师契。但是这两本都是鸠摩罗什翻的。好，那般若经，因为我们说过不同的部派在说明这件事，它名词有一些可能不一样。像我们说后面就讲，同样后面就讲大千世界主是佛啊，那这里讲大千世界主是这个梵天啊，那我们就要讲这个是统领的意思不一样，概念不一样，一个是国王，一个是法王的概念啊，这个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了啊。那因为印度人有一个习惯啊，印度人他在年代、地区啊，或是一些东西，这些名词的概念，它没有很精确，它都是大概可以就好。重点不是那个名词，重点是要他要说的这些内容啊。所以就是有所谓的四一嘛，啊，四一四不一，一意不一语，就是你不要重视那些名词，它重点是要跟你讲什么内容。然后这些道理要重了意，而不是不了意。所以一了一不一不了一啊。那么因为印度人的习惯就是。大概就好啊，这个从部派来就这样了。假设你记得这个经典，但是你已经忘记佛是跟谁讲了，但是你只记得是跟一个在家人讲的啊，那在家你就写国王嘛，频婆娑罗王嘛，或是写波斯匿王嘛，如果是王后就写莫利夫人嘛，或是韦提希嘛，如果是居士那你就写须达多长者嘛，啊，或是迦兰陀长者嘛，反正就你认识的长者，大家认识的也可以嘛。啊，那如果你认识，但是大家不认识，那没关系，你就举大家认识的就好啊。比如说佛为一个国王说法，但是你来台湾啊，比如说你来台湾，那台湾人不认得波斯匿王，好，你就说那佛有一天啊为蔡英文说法啊，为这个马英九说法啊，那其实它是一个国王的概念，那佛没有真的为马英九、蔡英文说法过，那。但是他为了让这里的人了解，他就会举当时的人国王的概念啊，这个是在经典里面很常见的哦啊，这时候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下。好，那他这里说到啊，梵天王啊，那么这里有几个概念，一个就是他这个梵天湿气大梵，这个到底是娑婆世界主还是大千世界主啊？如果在华华经他是娑婆世界主啊，他名字是一样的吗？啊，但是它也是一个概念而已啦。然后在这个你看《大智论》里面讲的就是这个大千世界主师范啊，我们现在大概知道就是梵天王湿气梵天王，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印度比较常有的概念，但是它到底是什么王，所以变成它本来是娑婆世界主，但是讲到大千世界主，因为这个比较常见，所以就也给它用这个名字啊，其实是这样。好，所以叫名叫湿气。这个湿气跟湿气佛的湿气是一样的啦，一样的那种湿气，即色界诸天的。好，四体还因即欲界诸天，并四天王皆亦佛所，劝请世尊初转法轮。好，那么这里有我们看到这个会觉得，那么求转法轮的不是梵天而已，是所有的天，从四王天到梵天，那有一些讲的更多，是从色界的他化自在天，从色界的色究竟天、啊、一直到刀立天。通常、啊、很多经典都是从刀立天到色究竟天，从刀立天到色究竟天都来请转法轮、啊、那四王天比较少见，那么这里连四王天也来请转法轮、啊、那这个是有一些经典这样说了、啊、那一般是四王天是现波，那刀立天是现一、啊、四王天供养波嘛，刀立天供养一嘛、啊、那梵天请转法轮、啊、一般是这么说了，一般是这么说。那其他有一些经典里面说的、啊、比如说我们讲、啊、方广大庄严经，他就讲啊，那么梵天去找刀立天主，那么一起去请佛，那么
这两个人商量了之后，就把欲界天跟色界天的人都请去请佛转法轮。那你说无色界天呢？无色界天在定里面啊，他请不出来啊，没办法啊。那么他要定过了之后，他才会有啊，他才会再下来啊。那这个是比较常说的啦啊。那你看啊，如果我们讲这个请转法轮这件事啊，讲请转法轮这件事，那这个《方广大藏言经》是说大梵天王啊，那么去请刀立天主，那么还有其他欲界、色界的诸天都去请佛转法轮。一般我们的概念就是啊，梵天王请转法轮而已，只有梵天王而已啊。但是其他的经论有的讲的不一样啊，就像我们说，这个是一定会有各个部派传说的不一样，有的会加一点，有的会减一点。你说佛大概出生走几步，往哪里走，哎，就讲的不一样了啊。那这个也是一样啊，到底谁去请？哪一个梵天去请，哪一个梵天王去请啊？那讲的都不一样啊。那过去现在因果经讲到是，那么从四体还因，就是从刀立天到四王天，那刀立天到他化自在天都去请，但是基本上都是大梵天王发起的，是由梵天王发起，那么去找所有的诸天，那么去请转法轮。那么这样听起来感觉比较殊胜啊。那么大乘佛法后来特别，不要说大乘，不派佛教就这样了。不派佛教就有一点点，我们讲开始有一些我们就神话美化。因为佛法里面通常你会看到两个概念，一个就是神话跟美化佛教，佛陀佛弟子啊，当然他们也值得非常值得赞叹，但是有一些会形容的，像你如果读大智度论，你会发现到大智度论里面初期大圣里面对佛教的形容啊，那么对佛陀的形容都是也是尽量的美化啊，尽量的美化。那么这有一点像什么呢？比如说其实中国也有啊，对于自己的人，我们现在人也是啊，对于自己的师父也是尽量的美化啊，那么对于外道就尽量的丑化啊，就是他有美化跟丑化这一部分，这一部分我们要把它抽出来啊。那么就是说比如说杂含里面，杂含形容那个外道有时候啊，那个不晓得是翻译还是说后来流传了，我相信那些结集的大阿罗汉不会这样做了。结集的大阿罗汉，比如说大迦叶结集这些阿罗汉，他不会有丑化外道的情形产生啊，他基本上就是如实说啊。但是佛法延续到部派，就开始有所谓的尽量美化我们自己，那么尽量丑化敌人啊，就是外道了啊，其实也不是敌人了，但是就会比较尽量丑化，会有这种情形。到了初期大圣对佛、对三宝的美化或是神化，他会有这种情况产生。所以你如果读大智度论，后面慢慢看，你就会发现到，那么你会发现到佛所有看起来不好的东西，其实都不是真的，他都是视线而已。比如说他有生病，他背会痛啊，那么。那这个他有一个不孝的徒弟啊，提婆达多。那如果佛真的是一切智人，佛真的那么厉害，他难道不知道提婆达多不好吗？为什么还替他出家啊？就是会有这种概念出现啊。啊，那佛为什么还会老啊？为什么还会病啊？为什么还会被毁谤啊？那所有这些不好的，他都跟你讲，这个是视线的而已，说是视线，这不是真的。佛已经三业清净了，他没有那个业啊，他累劫修行。他不会有这种恶报，不会有这种恶业，不会有这种痛苦。那个这个是要示现给你知道啊，让你知道你可以修行。你在后面看这个，他常常会讲这些。那么这个有一点就是说，后来就变成好也是好，因为佛越来越崇高，但越来越不可及。就是那我们都没有这样，就他悉达多可以成佛，但我们不可能啊，就会变成这种概念哦啊。所以就是慢慢佛会升到天上去啊，甚至讲到。佛不是在这个世间成佛的，佛是在色究竟天成佛的，因为色究竟最高嘛，啊，色究竟天是最高，色界的，在那边成佛的，甚至讲到佛是早已成佛的，他《法华经》他只是示现来成佛的啊，他不是现在才成佛的啊，那就开始有这些概念出现。但是我们都要知道，在佛法演化的过程里面，它有这种美化跟丑化的现象产生。啊，那我们有时候会后来会乱掉了，那到底是怎么样？
可不可以告诉我真相？我们后来会产生这种概念，其实不需要啊。那你认为怎么样对你的修学有信心，你就怎么样认为也没关系。他这个其实不重要，这个在印度人来看，他只是提升你的信心而已啊。然后最重要就是你有了信心之后，你依法修行，最重要是这样啊。好，因为他最重要是要让你欢喜信受嘛，欢喜信受后面才是依教奉行嘛，其实是这样。好，所以再讲到到底是谁勤转法轮，我们一个概念就是习惯性的说的就是梵天勤转法轮，但是这里讲的勤转法轮是从四王天，其他的经论很多都是从倒立天开始说，说到色究竟天，就是色界的天啊。那么这里是从四王天开始讲，那么讲到色界的欲界、色界的一切天，无色界就没有了啊，就欲界、色界的一切天人，他都来勤转法轮啊，都来勤转法轮。那这种华严经讲的最多了啊，开始放光就一点点，然后还没讲法之前啊，那么世界各地的啊，这个鬼王什么王生神啊、鬼啊、天啊，全部下来赞叹佛。赞叹佛之后啊，佛从这个放光啊，这后面也会讲放光啊，就开始就讲得非常细，都讲十个了。好，这是勤转法轮的一个概念啊，是说那佛为什么要人家请才转法轮？那不是发菩提心要度众生吗？难道没有人请他就不转法轮了吗？那这个跟菩提心相违背啊。他就是成佛来度众生的啦，结果他竟然成了佛之后，那么到底他多久？就是说佛一开始成佛的时候不想度众生，那么这个经论都有这种说法，就是佛觉得成了佛之后，这个佛法那么深，那么我如果把这个解脱的法说出来了，那么很多众生不但不能理解，还会误解，所以他讲啊，我讲也没用，我就不要讲了。经论都有讲这些事情，就是说佛成了佛之后不想说法，那么多久不想说法啊？这个又不一定啊，有的说七天啊，那么像智论里面他是讲57天啊，那这个不想说法，那有的就是到底多久不想说法，这个讲的也不太一样，不过都是以七为主啦啊，57应该是五个七的啊，那么。那有的是讲七天，有的是讲三个七啊，就不一定啊。那所以我们刚才讲过有关于数字这一部分的，那么基本上都有各式各样的说法。那这里如果我们看到啊，我们也翻到191页啊，这里也讲到那佛为什么一定要人家请才说法啊？不请就不说法啊？那有没有不说法的佛？有，过去七佛也有不说法的佛啊。那你说那不说法还能说是佛吗？那不就是阿罗汉或辟支佛吗？这个又牵涉到佛的概念了，其实佛就是觉者的概念。好，那但是也有化佛说法啊，这大智度论这个讲义的191页卷七啊，如果没有啊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就听就好了啊。那你说有没有佛没有人请啊？那么就六涅槃不说法的啊，那你看他这里就有讲啊，那么这个释迦佛得道后57日啊，那基本上是57日啊，基本上是应该是57日。那底下啊，大毗婆沙论有讲啊，有说56日，有说49日啊，那这里讲57日啊，那他就是这个57跟你看那个56就变成好像是56、57了啊，那这个还有51日啊。那这个51到底是五是形容这个，就是有5个11，还是5个17，还是5个7啊？这个就因为没有范围来对比啊，就比较不知道。好，那这里都是在讲那为什么一定要请？那这个就变成诸佛常法啊。如果看到192页啊，他这里啊，就中间那里啊，诸佛不以无请而出转法轮啊，就变成讲是这样了。好，那这个也我们大概就先知道啊，因为这里牵涉到几个概念，因为各个经论讲的不一样。第一个就是谁来勤转法轮啊？那以梵天为主，以梵天为主。那么有的说就是梵天王勤转法轮而已，有的说是从倒立天到大梵天，然后到色究竟天，有的从四王天，像般若经啊，
像这个大智度论是从四王天，从四王天到色究竟天啊，欲界、色界、诸天啊，简单讲就是欲界、色界、诸天都情转法轮。什么时候开始情转法轮啊？就有讲的不一样，有的说七天啊，有的说这个像他讲五十七天，有的是三个七啊，就不一定。好，那就是我们先了解有这些事啊，但是它重点就是有天人来情转法轮，以梵天为主，重点就是这样。好，好，那么所以他这里就讲到啊，说意识菩萨念本所愿。好，那么有人来请，那所以他会讲到，因为所谓的佛就是发菩提心的嘛，菩提心是以大悲心为根本，这我们上次有讲过。好，我们再稍微想一下，菩提心就是成佛的心。那么一般的经来讲，基本上菩萨道就是三心行六度啊，跟《金刚经》也是这样，就是三心行六度啊，六度四色了，一三心行六度啊，六度包括四色。好，那这是主要的，这个是其实是菩萨道。那这个三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菩提心，菩提心、大悲心、无所得心。无所得心就是性空慧了，它就是所谓的性空慧，或是空性慧，就是我们讲的无我的智慧了啊，实相的智慧，就是一三心行菩提。那么大圣是以菩提心为根本，这个菩提是指无上菩提啊，我们就稍微讲一下。因为菩提有三种，菩提心真正来讲，菩提心有三种：声闻菩提、缘觉菩提跟什么佛菩提。菩提是正觉的意思而已，它就是正觉啊，它就是觉啦，它就是觉。菩提心也就是觉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三是正啊，是翻译的。那么三菩提就是正觉啊，那菩提心也是觉悟。那么觉悟一定是啊正觉的啊，就是他说觉悟觉。菩提是觉的意思，那佛陀就是觉悟的人，那我们讲正觉。那么声闻菩提、多识菩提、缘觉菩提跟佛菩提，那我们讲的菩提心其实是简称，就好像我们讲菩萨是简称，其实是菩提萨埵的简称。那完整讲要讲菩提萨埵，我们讲身其实是身且的简称，其实完整讲要讲身且三卡。那么好，那这个菩提心是简称，其实就是无上菩提，完整的讲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太长了啊，所以简称啊，然后就叫菩提心。那其实就是成佛的心，菩提心就是要成无上菩提的心啊，完整的讲啊，要成无上菩提的心，那简单讲就是成佛的心。想要成佛，你有发愿要成佛，那为什么要成佛？因为要度众生。那如果我只是讲解脱老病死，我声闻菩提、缘觉菩提就可以了。我只是讲离苦，我只是讲出三界，叫做超度。超度其实是超越生死烦恼，超越烦恼度脱苦海的意思，啊，就度脱生死苦海啦，其实是这样的意思的。那么就是超越老病死嘛，那么度脱轮回苦海啊。那基本上，如果我只是要度脱老病死，那我声闻菩提就可以了。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成佛呢？因为要度众生，佛才能够没有限制的广大的度一切众生，因为这样要成佛。所以菩提心的根本是大悲心，菩提心的根本是大悲心，大圣的根本是菩提心啊。这个我们要稍微讲一下，把这个讲完就好了啊，再下课。大圣的根本，这个是大圣的根本。所谓大圣跟小圣、声闻圣跟菩萨圣的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菩提心有没有要成佛的意愿。菩提心是成佛的意愿。那么菩提心的根本是什么？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有菩提心？菩提心是无上菩提心，它的是以大悲心为根本。大悲心就是什么？利益一切众生，度化一切众生。它不是一个两个，是一切一切有缘有善根的一切众生。所以大圣菩萨道是以菩提心为根本，菩提心是以大悲心为根本，大悲心是以无所得心为根本。因为它没有局限，第一个，你
你如果说我只度我认识的人，我只度我喜欢的人，我只度我想度的人，那个不是什么？那个不是大悲心，不够大。大要怎么样？像虚空那么大？你怎么样才能像虚空那么大？无所得心。啊，其实它就是性空位啊。所以你看《金刚经》也讲，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什么布施，六度依三心行六度啊，然后利益众生。所以你如果你还有我的心，你的心就有自私，有局限，不够大。你必须有无我的心，你才会能够有大悲心，这个才真正大啊，大而无外嘛，没有局限，没有一个范围，所有的一切众生要度尽一切众生。那么这个无所得心，所以你看哦，三心行六度，无上大圣，大圣是以菩提心为根本，菩提心以大悲心为根本，大悲心之所以能够大，是因为以无所得心为根本，所以一三心行六度其实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我们先下课。